第三弹的 B set 在 SR 以下的所有卡也算是几乎都完成的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庞。前几天我们完成了宝可梦综合卡牌第三弹 Set A 的全图鉴嘛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把 Set B 的全图鉴给它完成。那一样，这里是我之前已经先排好顺序的宝可梦普卡的部分。那我们要先把这个换到这一种侧插式的内页，然后把中间现在原本有缺的一些像是 G 叉、Take-Tin 啊，或者是普卡的闪卡，把它换过来。这次的 Set B 呢，之前我说我。我想说一下，就是啊，目前我没有跟任何一个店家有过正式的商业合作，所以其实我是没有义务去回答任何跟店家的营业资讯有关的问题啦。因为毕竟以后如果有其他的正式的商业合作案的话，我必须要做出区隔嘛。人家付了钱之后做业配，没有道理付钱跟没付钱的都能够获得一样的待遇嘛。所以目前这种相关的问题呢，基本上我不会再额外的回答。但是虽然不会再额外的回答呢，可是我影片里面其实都有讲是什么店名，所以你们问我这是什么店，你们回去看影片都可以看得到答案。那它在哪里？其实你们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。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有兴趣知道我这次开的卡包是在哪家店开的，我这次打的比赛是在哪家店打的，就回去再多看几秒钟影片吧。一的编号，二号是莱喷 RR 的莱喷，这个之前有缺，不过我跟他换到了。想看之前在哪里？那里开到了一个异土，好像是异土吧？对，异土的雷丘，雷丘。然后我跟别人换了一个普通的 RR 莱喷，跟普通的一个这种雷丘，雷丘。所以现在这个 Set A 啊，还差一个，还是差一个那个白海狮。
路卡利欧跟梅露梅塔的 TT 那个东西开一大堆，多到烦。刚洗的这一张，好，再来下一个大嘴娃，这个还好，开了两张而已，目前就这两张。不过开到两张也是太多了，因为只要一张就够了，我只是拿来塞这个图鉴而已。好，那这一页就好了。下一个的话，路卡利欧、梅露梅塔。还是有缺，这样看起来还是有缺。铁火灰叶，我没有谱的铁火灰叶，我没有谱啊，哇，还是没办法抽一套，今天还是有点小遗憾。我铁火灰叶只有抽到两个 SR 啦，还是缺了一个。那我们看下一页，下一页的话开始是道具，道具的话有一个。整理完了，第三弹的 B set 在 SR 以下的索尔卡也算是几乎都完成的啦，就差这一个铁火灰叶的普通啊，我两张 SR 的，看可不可以拿一张去换一个普通啊插进来好了。还有这个阿塞罗拉的意图，我有两张，可是两张都刚好放在我的 deck 里面，所以现在就先不把放进来了。好的，那今天的中文版第三弹全图鉴的整理就到这边啦、啊。现在看起来 A B set 应该都完整的吧 ？A set 就差一个普卡的白海狮 ，B set 就差了一个铁火灰叶，就差两。两张而已，应该可以称作完成的吧。不过各位可能会觉得说，没有啊，卡明明就没有那么少。没错，现在还有 SR 的，目前在官方给的卡表里面，它虽然编号只有到 TR， 但是它有的图片是到 SR 的。那如果各位你们想要看我再继续凑齐 SR 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吧。如果人数够多的话，或许我兴致一来就会做了。当然除了 SR 之外呢，还有在卡表里面没有图的，也就是所谓的 UR 跟 HR 的部分。如果你们对这个更有兴趣的话呢，或许我可以在 SR 的做完之后呢，再继续收集 UR
跟 HR 的部分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早点看到这些收集全图鉴影片的话呢，就在下面多留言及多分享这个影片吧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呢，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通通给它打开起来，以后有更多小胖 PDCG 影片，每周五晚上7:40会上新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